势磅礴的鼓声炒热现场气氛，为这次的新北隼王颁奖拉开序幕。经过激烈的角逐跟专业的评比，最终由三峡农友拿下总冠军。不努力的在它的甜度外观，做很大的进步努力啊，现在就真的这次得到肯定。我们办理这个评鉴的这个比赛呢，是要鼓励呢我们所有的农友呢，他们大家会精益求精的，大家互相切磋呢，让种植的技术能够精进。除了推广之外，新北隼王比赛也能让农友互相切磋，提高绿竹笋的品质，为农友增加利润。今年市政府办的那个比赛跟那个我们一些的活动，就已经把竹笋从价钱已经提升到100多元。这届比赛竞争激烈，夺冠的好笋也获得国宴御厨张和景的青睐，签订合作协议，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品尝到新北绿竹笋的好滋味。记者许志明、林玉婷台北报道。